今天来欢迎新朋友，因为其实新朋友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对，因为我们这里像是个家，很希望每一次来到这里的新朋友们，你们来到这边就能够把这里当成家，也能够让我们所有朋友们能够认识你。所以我们现在请第一次或是两到三次来新生命小组教会的新朋友站起来，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你们。我们一起来欢迎你们，也请大家来跟他们握手一下，好不好？希望你周遭的人，除了你来的朋友，还可以欣赏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像我们大概两个小时的聚会，谢谢。谢谢。所以呢，希望呢你们能够常常来新生比较教会，也希望在这边你们能够认识耶稣，认识上帝，好吧？那再见，美女啊！上帝祝福所有我们在场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跟亲朋友，好吗？谢谢。谢谢，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要一起来奉献，继续的来敬拜主。翻开我们的圣经，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